众所周知，今天起呢开始开征了各银行刷卡优惠呢，已经昨日全数定案喽。包括了中信、台新、花旗银在内，今年总共有23家的银行，不论税额的多寡都不会收手续费。唯一一般卡不论税额多寡都要收费的是北富银，手续费为税额的0.1%。虽然多数的银行免手续费，但是民众也别奢望从银行身上 A 到什么好康哦，因为今年多数的银行都没有提供缴税的红利点数或者是现金回馈。